嗯，一个 angle for E，是 only that 啊。哦，奇怪，你中午来打网的，无聊的，应该打网差不多会。呢度都系一堆啊，呢堆又系一堆叫做 PC Home 嘅 PC Home 睇唔到，呢个反光啊 PC Home 嘅杂志咯。咁佢同嗰啲香港漫画比较起嚟咧，佢属于比较重嘅，因为点其中一个原因我收佢就系因为佢系全彩嚟嘅。如果你哋識得印刷嘅話，你哋就知道全彩係咩意思啦。即係成本書入邊都係用彩色印製，跟住用好貴嘅厚啲嘅紙，同呢香港漫畫比起嚟咧，係輕好多，輕身好多。雖然都係佢都係都係全彩啦，係咪？So 跟手。嗱，呢个就系漫画快报啦，漫画快报十一集，咁都几齐下，你都睇到11到20集，咁都系我哋所谓咁样剪字用啦。咁呢个就系漫画快报啦，都系，咁呢个系1到10啦，so 呢度都有20本嘅漫画快报。OK，塞落去咯，呢个漫画快，啲杂志咯，咁跟住又系仲系一堆，香港漫画啦，嗱，大打旋风，创刊号，都呢度有好多好多香港漫画嘅，大打旋风，创刊号。咁。呢堆都系啊，嗱，光头神探专辑，都系一啲杂杂杂，又唔系一辑，又唔系好多嘅，但系就有嘅，香港漫画咯，嗱，越搭越高啊，搭翻高去嘅。跟住，嗱，东方不败依托。呢套系《东方不败》，呢套香港漫画都系岳福龙嘅作品嚟。东方不败创刊号，创刊号，OK。跟住呢度就系另外一个少年周刊个挺嘅机动战士啦，呢个系机动战士漫画快报啦，机动战士漫画快报，但系就有其他嘅少年周刊响入边，少年周刊。OK，頭先點解要將呢個稍微移出嚟一啲咧？係因為佢越高，佢會搖，so 要將佢傾向去入邊，所以就放出啲俾傾向佢，咁就唔會冧。跟住我哋頭先嗰堆啦，《捉拿英雄》嘅合集，佢全部都係合集嚟嘅。呢個雖然睇唔到，但係你都就稍微見到。
系一个合集嚟噶啦，珍藏本佢叫。今次啊，呢啲都系一啲又唔知边度嚟嘅黄玉郎早年嘅漫画，黄玉郎早年嘅漫画。嗱，岳福龙嘅另外一啲作品啊，呢、这个又系岳福龙嘅作品，岳福龙嘅作品嚟嘅，啊，都啊，当然，如果大家识呢个就知道，呢、这个就系台湾启发嘅漫画嚟嘅，Jump 啊，应该系咁冇记错，唔系好记得，但系。就喺嗰度，衍生出嚟嘅，都係一堆香港漫畫。呢堆就 Game Express 啊，日本 Game Express，同埋一本《天空戰記》嘅設定集，我好中意嘅《天空戰記》都。啊，就咁啊，so 今日就同大家介绍咗呢个 corner 啦，哦，因为要做咗一个 corner，入咗一个 corner 先至可以出旁边呢、这个整旁边呢度。如果你记得呢度其实系仲有一个，so 要介绍咗呢只先至可以做嗰、那个，so 跟手就会做一个窗帘响呢度遮住佢，因为虽然全部 今次我全部都用包书纸包晒佢啦，如果唔系嘅话，你可以睇到其实佢哋呢个好明显啦，你可以睇到好多拉拉渣渣嘅嘢，系咪？呢啲系灰尘所导致，因为呢度好多灰尘，都灰尘一滴上去就会，所以今次我为咗唔想啲书更加。進一步受到嗰啲灰塵嘅傷害咧，所以我就將大部分嘅書都包咗起嚟，用包書紙包咗起嚟，就可以防塵。但係依然塵都會滴起上高嘛，而且盒低嗰扎咧，盒低嗰扎書咧冇包嘅，因為林林沈沈嗰扎書咧係呢一扎林林散裝嘅咧係冇包嘅，所以都係會有灰塵。所以我諗法係會。整一個窗簾布，去 IKEA 買一個窗簾布，一個窗簾布55蚊啫。你如果係買匹布咁闊嘅，你買咁長嘅布啊，都唔止55蚊。所以 Maxwell 用佢嗰、那個，而且佢嗰個布係 polyester 嚟嘅，係可以洗嘅。所以到時候一拆又塵咗一拆落嚟，攞去洗洗乾淨，擠翻上去就可以繼續冚住。所以基本上都佢哋都系驚塵嘅，但係就最好唔好咯。所以我哋裝隻窗簾上去啦。好啦，作為一個 DIY 嘅人咧，咁呢個櫃唔做啲 DIY 咧，又真係好似對唔住自己嘅，係咪？咁都講咗啦，因為之前就試過。啲灰塵搞到啲書咧好有傷害啦，咁所以咧我就係買咗一個 IKEA 嘅 blind 啊，呢只嘢咧55蚊啫。咁如果你出去買一塊布啦，同樣嘅 size 咧，肯定唔止55蚊。咁又加上佢係可以洗嘅，佢普通水就可以洗，因為佢係 polyester 嚟嘅，即係我哋所謂嘅。plastic 啦，咁就好簡單地可以，好簡單地可以攞去洗，到由55蚊咁係絕對抵啦。如果你唔問。
因为只有一块好简单嘅 plastic 嘅嗰度。好简单。咁出边有个色，我变白色。通常系俾你去叫 black outline 啊，即系一放咗上去就散。OK，靓仔，完全冚晒左右，又肯定有阔噶啦，左右。跟住咧，就买埋呢两屋嘅，呢个系将佢晾喺入边。哎呀，唔系一对，系一只噶，咁棘水噶，what the？So，唉，买错，So 其实就系谂住摆上去锁住佢，咁锁住佢，咁跟住。我又錯咗，我哋又喺做到冇啊？做到就做，做唔到就再睇。咁呢碌棍本身咧係可以伸縮嘅，可以伸，大家睇到。咁係啱啱好闊哦，係咁樣好似。
由于买少咗一边嘅钩咧，咁我打算用呢只嚟代替，就再配埋只 paper type，咁应该就勾得佢住嘅。配合，再用呢只嚟咁锁落去，咁就应该可以将嗰碌嘢锁向呢度。我哋试下。大致上就係咁啦。當然呢度掛尾會勾翻入去啦，依家未勾得曬，勾
通常佢之後都可以完完全全。非常。咁就可以完全放心。咁另外都有買咗咁嘅鈎，其實就係準備貼起上高，貼起上高嘅時候就鈎佢，咁就搞掂噶啦。所以睇點樣處理呢個位啦，比較顯眼啲。呢兩部機喺到時候可唔可以直接將？用 keyboard 將個布掛上，OK，咁等陣我再影埋最終效果俾大家睇。好啊，我哋上嚟睇下到底上高点搞噶。呢度咧到后尾，我系用咗个 keyboard tie 将佢呢个位同呢个位锁住，所以佢会好靓仔咁样，唔要跌落嚟嘅。佢唔要跌。呢度都一样啊，呢度又系一样用个 keyboard tie，跟住就锁住响呢个最高顶啦。咁佢一樣係會咁楞住，你點扯佢，佢都唔會。基本上咧，你仲可以打得開，打得開嘅，旁邊咁打得開仲睇到。OK，咁跟手咧，旁邊呢啲位咧，咁你就利用。旁邊呢位咧，因為佢呢個 blind 嘅設計好多勾地方可以勾嘢，所以你只需要咁勾住佢。咁由於我買嘅係四隻啊，咁預期放置啊，不如勾多隻保險啲，係咪？所以係啦，所以就勾齊佢，咁樣佢旁邊咪比較服帖咯，啱冇？比較服帖啲。同樣地，呢度都係啦，呢度你唔可以咁緊，你可以低落啲嘅，OK，係啊，OK，係就咁勾字啊，OK。咁樣勾住佢上高，咁呢度係碌棍啦，咁你落嚟睇下，到底對最終嘅效果係點樣嘅？最終效果就係咁噶啦，咁旁邊收一收佢，呢度旁邊又收一收佢咁。咁你遠遠睇落去就係一塊咁樣嘅布啦，咁樣個底係長啲噶。如果你要摺，可以將佢摺起嚟啊。如果唔係，你到地都冇咩所謂嘅。其實我個人認為就咁就睇個人啦。我最終目標都只係要防塵啫，就唔係要靚。咁要用到，始終都係可以打開嚟，可以用到。咁當然，如果真係必要時要用到最高呢度，都係可以睇到最高嘅，係咪？都仲係可以睇到最高，都係啦。咁冚翻字去就咁就搞掂啦。咁就靚靚仔仔。OK，咁係啦，呢、這個收藏嘅櫃就係咁樣 DIY 法㗎啦，上高就怪怪地有兩隻角咁啊，但係實在都係唔多角嘅，冇望到咁高。咁呢個 con 咧，到後尾如果真係要發展起嚟，其實都係可以安裝一隻架咁樣嘅嘢響上高就搭上去嘅。咁希望唔使用到佢啦。
咁係啦，呢個季就介紹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，拜拜。